同学们好，我是黄老师，现在又是学习数学的时间啦。同学们，新学年我们进入三年级的第一单元，一万以内的整数。那同学们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里面一共有四幅的拼图画，是吗？那这每一幅的拼图画呢，是由1000块拼图组成的。那四盒一共有多少片的拼图呢？好，我们来数一数哦，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，一共有4000块的拼图。那同学们懂得一千一千的往前数吗？还记得怎么数吗？我们来试一试哦。好，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、5000、6000、7000、8000、9000，过后是什么呢？9000过后就是10000了。好，那10000多不多呢？好，同学们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块正方体哦，那代表一，这一块正方体代表一。那十个一是多少呢？十个一就是十哦，十个一就是十。那如果十个十的话呢，就会变成100啊，这是100。那如果十个100的话呢，十个100就是1000哦，这一个正方体有1000个小小个的正方体。那如果10个1000的话呢，那就是10000了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是个十百千万一十一百一千一万，可以吗？同学们，这个是数学活动本第二、第三页的内容哦，我们来看读一读。我们这里呢会看到1600只纸熊猫展览会哦，这边都是用纸做的熊猫，有1600只。那这张图呢，就是1705名师生，师生就是老师和学生，和家长一起吃汤圆。那这边呢，有10000幅手写春联的展览会哦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来看这个男生手上呢，他拿着一组数目，那这组数目的号码是7329。好，那7329怎么读呢？那同学们，我们可以把这四个数目呢填写在黄老师做的这个表格里面。好，这个表格有个位数、十位数、百位数、千位数。那老师呢，先从个位数开始填起哦。好，这是9、2、3、7。那我们可以怎么读呢？我们写的时候是从个位数开始放数目，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是从最大的位数开始读起，明白吗？写的时候从右手边开始写，那读的时候呢，我们从左手边开始读起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怎么读呢？7329，可以吗，同学？啊，那红色的部分7000啊，橙色的部分300，黄色的部分20，然后青色的部分呢就是9个1，就是9，可以吗，同学们？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目。那这位女生呢，她手上拿着4个号码，5840一样啊。我们写的时候呢，从后面开始写啊，5840。其实你要从前面开始写也可以啦，也是可以的啊。好。那我们读的时候呢，你要怎么读？5840。那这个零呢是不需要读出来的啊。最后一个号码如果是零的话呢，我们是不需要把它读出来，所以我们就读成5840啊，不需要再把这个零念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题目。好，这里呢，这个帆船有写着1600，一样咯，我们也是把它写出来。好，1600，那怎么读呢？1600，那10是0，个也是0。那同学们，如果后面两个号码连续都是0的话呢，我们也是没有把它读出来的哦，所以我们读成1600。
1600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题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一个帆船呢，它写着1705，我们一样把它填写在这个表格里面啊，5071。好，那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是读1700。那这一个要不要读呢？是要读的，这个零是要读的哦。因为呢，如果零放在中间的话呢，你看它前面有七，后面有五，那这一个零呢，就要把它读出来，可以吗？好，1705，1705。同学们，我们看看这位女生手上的这两组数目，6320。6032，那哪一个数目是6032呢？好，同学们，因为我们读的时候啊，我们是从左边的数位开始读起，对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呢要对比的话，我们先从左边看。好，6000，对啊，6000是对的哦。好，那百位数零，6000，哪一个是零呢？是下面的这一个，对吗？上面的是300，下面的是零，所以答案是下面的这一个6032。同学们答对了吗？我们来看看这两组算盘，先看左手边的，好，老师标了个位数、十位数、百位数、千位数，好，方便你们看。好，上面的呢只有一颗，如果拨下来的话呢，它就是代表五。啊，下面的有四颗，每拨一颗代表一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个位数的部分。好，上面拨下来代表五，下面拨两颗上去，5+2等于多少呢？好，代表七。好，再看十位数的部分哦。好，上面一颗五，下面四颗，5+4等于9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再看百位数。百位数上面没有拨下来，所以上面我们不看，是零。那下面呢两颗拨上来，那就代表多少呢？好，代表二。好，那千位数的话呢，上面拨一颗就是五，下面拨四颗，四，5+4等于9。那我们可以怎么读呢？我们要读作9297。好，我们再看右手边的哦。好，一样是从个位数先看起哦。那5+3等于多少呢？等于8，很好。那十位数的部分，好，这边是零哦，没有东西，零，0+1就是1。好，百位数，百位数有拨到吗？没有，百位数没有。那没有是多少呢？没有就是零。好，再看千位数，千位数啊，上面五，下面一，5+1等于多少呢？等于6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始读了吗？可以哦。好，6000。好，那这个百位数是零哦，因为零的前面有数字，后面也有数字，所以我们要读零啊，要读出来哦。好，6018。好，同学们答对了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算盘，个位数、十位数、百位数、千位数。我们看个位数的部分，那个位数代表多少呢？好，下面是有四颗，上面没有，四颗就是代表四。好，十位数呢，上面有一颗，下面没有，上面的一颗代表五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再看百位数，上面一颗五，下面两颗，5+2等于7，很好。好，千位数的部分，上面没有，下面两颗就是2。那我们怎么读呢？就是2754，非常好，同学们。好，我们来看数学活动本第一页，活动一，读一读配对文字和数字，涂上正确的颜色。好，那这边呢有八组数目，这个是文字的，然后这个图画的写字的是数字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个1500，1500在哪里呢？在这里哦。好，1500要怎么做？要涂上青色。那我们来涂上青色哦。
好，青色的部分涂好了，那接下来是4008、6240、2514，都要个别涂上不一样的颜色。那同学们，你们自己涂好了，去找对的数字的部分呢，涂上颜色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很漂亮的图画哦。再来，我们看第二页，活动二，数一数，写一写。A 数一数，以数字写出数目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一小个正方体代表一，然后这个条状的呢代表十，这一大片的哦代表100，那整个正方体呢代表1000。好，我们呢来数一数哦，这个正方体哦代表1000，就是1000。2000，好，千的部分就是1000、2000。那这一个呢，一片一片的是百哦，100、200、300、400。好，那这个条状的呢，十、20、30。好，这一个一个的就一个一个的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读出来就是2000438，我们要以数字写出数目。那同学们会写吗？好，第二题的同学们，你们自己做做看哦。啊，那同学们，我们看第三题的算盘。啊，我们从个位数开始看。好，个位数是二，那你就写二在右手边。好，十位数是一，啊，左边写一个一。好，那百位数是5，在左边再写一个5。千位数是3，我们在左边再写一个3。所以呢，答案是3512，用数字来写3512。好，同学们，第四、第五题自己也可以做哦。接下来是活动本的第三页 ，B 以数字填一填。好，第一题我们看呢，这个青蛙在跳，它每一次跳是跳多少呢？好，那黄老师有画了几个记号啊，那黄老师有发现呢，哦，它改变的是百位数，哦，从400变700，再变000，看到吗？所以黄老师呢就猜它应该是100100的跳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数看对不对啊，7400跳，7500跳，7600跳，7700啊，对了，是吗？所以它是100100的跳。我们再看哦，这个青蛙跳到这个位置呢是多少呢？这边是8000，8000再跳100的话就是8100，对吗？再跳就会变成8200，8200。那同学们写8200就对了，会做吗？好，我们再看第二题哦。黄老师也是有看到哦，诶，前面的2是一样的，前面的6是一样的，诶，这边是5，这边是5，这边变6了。嗯，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？原来是个位数不一样。那个位数如果不一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数看看哦。2654、2655、2656、2657，表示一个一个数是对的哦。那同学们，你从这个2660再跳一，再跳多一次一，答案是多少呢？好，第三题，我们看到这边是1000，这边是5000，同学们猜一猜它是多少多少的跳呢？答案是什么？是1000的跳，对吗？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、5000。好，再跳多几下哦，你自己数哦，跳多几下答案是多少呢？啊，同学们自己写。好，我们看 C 的部分，用文字或数字写出以下数目。那如果你看到题目是数字的话呢，你就写出它的文字，你看到是文字的话呢，你就写出它的数字，可以吗？好，同学们，我们这一集就上到这里咯，谢谢你们。
今天的数学教学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